兔兔在泥潭里玩泥巴，好大的泥潭！兔兔又跳到了泥潭里，它还转起了轮胎，泥巴都溅到巴士身上了。兔兔在偷笑，不、哦，巴士也跳到了泥潭里，也玩起了泥巴。他们俩在泥潭里蹦蹦跳跳，泥巴溅得到处都是。小七想要上船，可是他够不着，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有码头，小七就可以从码头上船啦。看，是工程车队过来啦，准备建造码头。工程车队，你们来帮忙啦！太好啦！首先，运输车卸下木头。接着到不二，不二把木头夹起来，掉头运走，放在河流中。挖掘机已经做好准备，跃跃欲试了。过来把木头敲下去吧。吊钩，吊起木板。
么问题，再跳上来，蹦一蹦。码头非常坚固，运输船只开过来啦，小七可以上船喽，快过去吧。开上码头，上船，运输船只离开喽。五福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原来是在搅拌水泥。小七吊着木板，快要看不到路了。糟糕，小七踩到砖头飞起来了。不，小七落在了水泥池里。五福赶紧查看身上有没有沾到水泥。小七在很努力地想要爬出来，可是他越爬越深，最后还是爬不出来。福啊，过来帮忙啦！准备从前面拉起小七。五福也来啦，五福要从后面推起小七。加油，用力！还是拉不出来，该怎么办呢？找一找有没有用得上的工具。哦，有啦，是锯子。五万，快过来，换上锯子，测试一下。哦，很锋利哦。五万回来啦，用锯子把水泥切开。完成啦，轮到五福出马喽。五福来到小七旁边，用力把小七拉出来。五福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哦，还是拉不出来，吊车过来帮忙喽。准备救援，升起吊臂，把小七吊出水泥池，成功啦！可是小七的轮子被水泥截住了，让五福来帮忙凿开。呼，凿开了，可是轮子也凿坏了。五福，快想想办法，找找工具。哇哦，发现了一个新轮子。五福过来拿走轮子。不啊，准备干活，把小七扶起来。五福拿着新轮子过来啦，先卸下坏掉的轮子，安装上新轮子，测试一下，没有问题。小车们做得太棒了。巴士在给花朵浇水。挖掘机五福来到河边兜水，小心点哦，五福。糟糕，五福掉到河里去了。五福别害怕，马上有人来救你。突突伸出轮子想要拦住五福，看，五福飘下来了。哦，突突够不着，没拦住。哎，有石头，巴士巴士，快点过去帮忙吧。把石头推到河里，加油哦。去把石头推河里吧。突突准备准备，开始推石头。成功啦，突突太棒啦。哦，五福飘过来啦。五福被拦下了，他想游上岸，可是
去搬建筑材料。到达基地，搬起一捆木板，运走，放在秃秃的车厢上。五福，你去拿钢管吧。五福来到基地，钢管在哪里呢？哦，看到了。五福勾起钢管，搬走了。钢管也放到秃秃车厢上。秃秃，车厢装满了，可以出发啦。绳子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把五福吊到悬崖底。OK。五福要在地面上挖个土坑，好啦，这边还有钢管也要掉下去。五福过来取走钢管，现在把巴士也掉下去。巴士来到土坑边，把钢管立起来。五福把土填回去，机器人等得睡着了。你们看，桥墩建好了，现在把五福吊上去喽。五福上来啦，秃秃又遇到难题了，这么远的悬崖间隔要怎么铺桥板呢？想到了，小红小蓝去抬桥梁吧。机器人抬来了桥梁，安装好，耶，快建好了。接着是铺桥板了，五福去铺桥板吧。五福勾起一块木板，铺在桥面上，一块一块慢慢铺好。
室，醒醒，让一让位置。不服，快上去维修台吧。准备升级啦！先卸下五福的挖斗，再用机械臂给五福安装钻头，安装好啦！五福，去测试一下钻头好不好用。突突在想，用什么来测试呢？哎，巴士推着石头过来了。石头来试试，五福准备钻石头，用力点，五福，哦，钻头坏了，石头也没碎开，图图还得再想想办法。过来看看钻头，想想还有什么可以用的。来基地找找，哎，破碎锤，破碎锤应该可以。卸下钻头，装上破碎锤。五福，试试破碎锤吧。锤真的可以，升级完毕，五福回去工作吧。试试这块石头。